最近沈卓颖就同无线结束16年嘅宾主关系，有知就系因为佢有家族经营内衣裤生意嘅富贵男友 Kevin 做后台。沈卓颖旧年已经放晒声气话自己肯嫁噶啦，仲话同男朋友有结婚嘅共识添。因为男家就比较低调，所以佢呢几年都少咗性感嘅演出。回复自由身的他已经预备好做幸福人妻，那天他在铜锣湾出席完活动后，即刻揸车去到男朋友做嘢的大厦，泊车之后他就直接去到男朋友做嘢的地方等他收工。期间 Kelvin 都有落楼，去到他的座驾拎完嘢之后再回上楼。大约半个钟之后，沈卓颖就去到停车场，仲坐上乘客位。隔咗一阵之后，男朋友先至现身停车场上车。两位揸车离开大厦，仲去到附近嘅油站入油。入完油之后，就由男朋友揸车翻去何文田京士柏山嘅爱巢啦。早排同属少妇暖吻嘅谭海琪已经表示会随时闪婚。如果沈卓颖今年都做埋猪年新娘，少妇暖吻就只是拆公鸡，未有着落啦。